关西镇107年祭拱典礼暨庆祝教师节典礼开始，请主席就位。 向至圣先师行最敬礼，鞠躬，请复位，谢谢。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全体执事者，今天我们关西镇各界在文昌祠举行庄严隆重的。 110年祭拱典礼暨庆祝教师节活动，非常感谢那么多长官、那么多贵宾莅临现场给我们指导，谢谢大家。现在请告神，请主祭官关西镇长吴发仁镇长就位，请教育会理事长景山国民小学校长蔡振宏校长就位。 是众生明镜三尺。
为救地老三，
全部到黑的面去，面到那个。金九啤酒。你拜一下。再敬酒，再拜三敬酒，请执事者面朝外将酒杯支起来。Thank you.
Thank you. Give and join.爱的天的天是否多天中央家中国太平之间的天人从树往前走到一米三到一道海航三三十三一起转上头的这么多心难下界不顾如他就告无罪在无量当天地子神地神庙能否发现一切万法一条无间在我身上能否天地无大家就天地无家要是不会同意不加不可以跟那钱一张人就合自我感恩多我不理他让没有人道到心高他对如他从两天他在处通高上头怕他并且
主机关天父流程你看我跟定职啊，定职两位执事，定职拿给主机关，请执事把金。这个拿给主机关，这个定职跟燕台咯，请看一下，燕神体。Thank you.
鞠躬，一鞠躬。现在接下去请关西镇公所醒酒敬礼，请执事者复位，请执事者带两旁复位。酒献礼，献香，有请关西镇的以及晋山县乡的蔡政和的就位，县乡好，你交上去，请复位。献灯，有请曾宪轩理事长以及刘德良主席请就位。请复位，献果，请罗吉祥副主席以及吴祥光主力请就位。常务代表请就位。是的。
请张勇。沈秘书，你关心到这沈秘书就位。洪兆明代表请就位。郭雅关心国中郭雅林校长请就位。石关国中张君豪请就位，校长请就位。献酒。请复位。再献酒，请东兴女里长杨明勋里长请就位。南雄女里长彭义清里长请就位。西安女里长罗吉生里长请就位。东安女里长林丽海里长请就位。东山女里长吴成琼里长请就位。景山女里长楼世奇里长请就位。献酒。请复位。再献酒，请东滨里里长邓光明里长请就位，上林里里长邱春梅里长请就位。南雄社区理事长钟秋花理事长请就位，西安社区理事长张秋竹理事长请就位，东山社区理事长张碧丽理事长请就位，景山社区理事长张展才理事长请就位。请图书馆馆长余瑞明馆长请就位。
请复位。现本我，请关机严世雄校长及东安何祥文校长，请就位。现本我，请复位。现乡民，请玉山校长张振昌校长以及太平的蔡桂荣校长请就位。现乡民，
主题观众先退位，请主题观可以退下去。三线立兵赴敌圈，立兵参战。各位长官，各位贵宾，我们今天的祭孔三线营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你们的指导增添我们的光彩，你们的鼓励也给我们信心，也是促进我们。